茄汁鹰嘴豆烤蛋。今天会用到的食材有洋葱、小番茄、大蒜、鹰嘴豆、番茄糊、鸡蛋、孜然粉、姜黄粉、盐巴、黑胡椒。特许食材鹰嘴豆又称雪莲子，烫熟即可食用，也可以加入烘蛋、沙拉等料理中。首先，我们将大蒜切末，把洋葱切成小丁，小番茄对切备用。热油锅加入大蒜末炒香，再加入洋葱炒至透明变软，接着加入孜然、姜黄粉，最后加入小番茄、番茄糊、鹰嘴豆拌炒。以盐和黑胡椒调味即可起锅。放入适当的容器中，并在上方打入一颗蛋。将容器放入烤箱中烘烤。烤至喜欢的鸡蛋熟度即可拿出烤箱。最后在上方撒上黑胡椒粒以及迷迭香作为装饰。今天的茄汁鹰嘴豆烤蛋就完成咯。